我给你把烟我起一口呗。行不了。200呢？别磨叽我啊，那不是闲事儿。500。别了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你这阵太寂寞了。咱俩都这么多年好哥们儿，来吧，起一口。你这有个逼卡。来吧。哎呀，要不300吧？不，你啥意思，块儿了你？不，我给你买的这个，又给你买的衣服，那怎么不200块钱？那好，你赶趟不赶趟了。我也不亏吗？来吧。哎呀，要不200吧？不是你又咋的了？又扣100？你今天口红色我不太喜欢，我想你今天穿那么保守，一点体验感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咋这么挑呢？快！哎呀，还是100吧？你啥意思？你外边马上下雨了，我一会儿得买两把雨伞，我还得给你买两把热奶茶。你咋这么磨叽？你快亲我得了，我不要钱了啊！行了，我走了啊。你咋的？啊，我领我对象买衣服去，我拿联手砍价。你又搞对象了？啊。你闺蜜小满呢？我走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你悄悄的走。不是你。